之前不是有一个孤独量表吗？然后上面有自己一个去看海啊，自己看电影啊，去吃饭啊。所以我今天准备三个地方，那我们抽到了就自己拿着 GoPro， 然后就体验那个孤独量表上面其中的一个行程。我现在把这里当成是挑战。那我们今天要干嘛？就是情人节，很多单身狗会觉得，到处都是在放闪的人。那我到底要去哪里？那之前不是有一个孤独量表吗？然后上面有自己一个去看海啊，自己看电影啊，去吃饭啊，巴拉巴拉等等。今天我就选出了三个，我们就抽签，一个一个去体验。你是跳海？你要抽签啊！不要因为他想不开，好不好？我不会跳海，我只会下海。所以我今天准备三个地方，那我们抽到了就自己拿着 GoPro， 然后就体验那个孤独量表上面其中的一个行程。那我们就来抽签喽。哦，拜托，希望让我抽到好一点的。好紧张哦。你们先抽吧。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拜托，是好签，拜托是好签。我也很紧张哎，其实。好啦，那我们就来开喽。一起吗？一起啊。等等，不要哭了。哦哦，谢谢我。唱 KTV， 等一下，我怎么撕不开啊？好，我的手啊，糟了！我觉得我这可以承担，这个很好好可怜！今天36度，地公杯啊，中暑两个字写在他脸上。而且我跟你讲，现在暑假大家都在排队，我们对，我看等一下他会，他真的热爆我，那。就出发了，就各自出发。完全不巧，完全不巧开结束开场。下午4点，我们在这边集合。好 ，OK。就全部体验完，然后到这边集合，然后跟大家分享说整个体验完下来你觉得怎么样？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那就出发喽 ，Go！ 啊，怎么办？突然间觉得越靠近 KTV， 心情越紧张。Oh my god！ 今天天气真的超级好，很适合出去玩呢。阿猛在游乐园应该会玩得很开心哎。我来到了钱柜，我看到王大大的钱柜，上去喽，要上去喽。这是电梯里面拍 OOTD 的概念。没有啊，这边请。谢谢。到了同心乐园了。哦天啊，爆热！我现在已经到儿童新乐园了。自己一个人真的是有点小紧张啊。然后我现在要先去买票。我要买到票啦！好啦，我现在买完票了，我要进场了。我现在已经进来了，好久没有自己一个拿镜对着镜头讲话。现在呢，因为天气有点热，所以我想说先去买个水。它其实这边就是直接设定好，就是你可以一个人自己来这边用餐的那个环境，直接给大家看。就是你看他这边有自己直接这样一个人，然后你就这样自己一个小烤盘那个桌子，其实还不错。然后这边就有就是一排一整排的，就是用餐的地方。现场的状况应该就是只有我一个人自己来用餐，大家真的很孤单耶。而且旁边没有人跟我聊天，超尴尬。像我刚旁边就是有两个女生，她们也是。两个人一起来，对，就至少还是有人来陪，没有像只有我自己一个人。可以帮我 P 一下黑白特效吗？瞬间觉得很孤单，然后他们也要走了，现在这边这一排只剩我自己一个人，好尴尬哦！你看他们要走了，他后面其实都是那种小包厢的感觉，烧肉店一定都是跟朋友
比如说你可能要聊天啊，然后庆生啊这种才会来烧肉店。真的有人会自己来烧肉店吗？我真的不敢哎、欸。今天算是突破舒适圈哎、欸，先去上厕所好不好？先让我自己就是冷静一下。好了，我买到水啊，刚刚 Seven 人超多，排了大概有十几二十分钟吧，大家都是爸爸妈妈带小孩啊，不然就是一群一群的同学们，我一个人好孤单啊。刚刚我在上面有看到有那个咖啡杯，我决定先从比较初阶的开始，不要那么刺激的。开始了，开始了。一位，好像只有我是一个人，我刚刚以为他也是一个人，但没想到他们是一起的。我大概已经有十几年没有做咖啡杯了，现在咖啡杯怎么感觉转得比较激烈一点，我头好晕。来玩这个好了。好，我决定我要玩这个，我要去排队了。现在坐的是小飞龙。我害怕，我害怕。不要瞎掰好吗？不行了，好想吐啊！这太晕了吧？我要休息一下，再去玩下一个。OK, 加入我的行列 ，OK, 白脸的。
次都唱歌泽，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，点击下方